Hello，我是酱。这次这个开箱文呢，是一个超大的升降桌，然后旁边那个是140×70的板，那个桌板，然后这个是升降桌，我们来开箱一下喽。它这个啊，超重的，刚才那个快递送过来的时候，我还用那个推车把它送过来。看一下里面啊，它里面两个白色脚架拆开来了，我先把它放在桌板的上面。它这个呢算是 DIY 的，所以要自己来。我先试把它锁起来。等下，因为我只有一只手，所以这样有点累。等下我把它锁起来，再给大家看好了。好，大功告成了。这下呢，如果直播太久的话呢，可以站起来直播，然后也可以坐下来直播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这个按钮按下来，它就往下，然后整个桌子就会往下移动。啊，如果坐太久的话，想要站起来的话，就是按这个按上，它就会站起来喽，是不是很方便啊？因为实况组常常在剪片的时候需要花很多时间剪片，可能3到5个小时。那如果你要做更好、更棒，可能 maybe 6个小时以上。那我觉得那做太久好像对身体不好，所以我就在家里也买一台跟公司一模一样的。不想要做的话，就是站起来工作也是可以。那我觉得还蛮推荐这个东西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升降桌的话呢，请再私讯给我，因为目前我们公司是只有对内部是有优惠啦，但就是外部的话，可能就是要找经销商了。那先这样子哦。